防滑路面却打滑发生事故。5月24日，大连市东联路发生一起车祸，车主本人发布视频称是路面的颗粒物导致车辆打滑而发生事故。当局回应，东联路的防滑路面于23日铺设完毕，路面铺设了一层胶，胶面上铺撒了防滑颗粒，通行后防滑颗粒被碾掉了。东联路的道啊，这仨我的车出事故了，就是这样的啊。底层看，啊，这活简单啊，想干的联系我，就跟他妈的拨稻子一样，往上一拨。好地方，扔地方就扔。我们正搁这嗨呢，哎呦我天哪，没一会儿灯掉下来了。我们是有福之人呐，但是刚玩儿，我给个说法不？没人人给出去了。我妈，今天这家全出来了，看到没？提早散场了，这是。还没等开始就结束了。你稍等，你等我收拾啊，等我收拾一下，好吧？代理法庭，你现在还没开庭呢，你采取什么强制的？你采取什么强制措施啊？什么？你要等我收拾好，好吧？几位，这个建议你们不要录。这个肯定要录。这肯定要录，这要保留证据啊！这保留证据啊！说话记录仪都在记录。好好好，没事，没事，也没记录，我们也记录，好吧？我们也记录，好吧？法庭规则只规定了在庭审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可以录，我们现在庭还没开呢。你们执法的过程要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。对呀、啊，这是法庭。你的什么阳光执法吗？是不是啊？好，审判长让你们把我给抬走，是不是、啊？把你抬走，把我抬走。这个我告诉你，我再说一下，对着咱们同行的面，我跟他们说不着。陈向清委托我做他的辩护人，我的辩护手续、委托手续上周四就交给了法院。法院说，这个法官助理说他们要审查一下，因为陈向清已经换过两个律师了。我也给他们表态，我说人家换多少律师，只要不影响你正常的开庭，不影响你的审判秩序，你就不应该去限制。你干嘛要去限制呢？我明确的表态。你任何时候开庭都行，我不需要因为换律师单独的给我留出来时间。结果他们请示了一天以后，请示一天以后，他们给我答复说是合议过了，不允许我做律师，因为换不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我拿了，我拿了，拿了我的包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的包，你怎么拿的？好吧，现在还没有开庭呢，你们干什么？好，你们这么粗暴干什么呀？好吧，行，你们他们说的很好，很好。各地各家桥县地址哟，你真了解这花城呢？
这也太奇葩了吧！农民把车停到自己家院子里，竟然还要交停车费，这和强盗有什么区别呢？近日，上海部分农村呢引入到物业管理之后啊，开始实行封闭式的停车收费管理，引发了一系列矛盾。据曝光呢，有农民在自己家院子里停车，竟然被要求交占用资源费，小车150，大车300，一个月交一次，一年合下来最低也得交1800块钱。如果是临时停放的车辆呢，也得交钱，一个小时以内是免费的啊，5小时以内的收5块钱，超过5个小时呢，按照每小时5元计算，停放24小时还要收50元的封顶费。不是，这也太过分了吧！自己家的院子，你物业凭什么收费呢？太阳如果能圈起来，那我们只要晒到太阳，是不是也得给你交钱呢？本来啊，引入物业管理的本意是要让村民停放车辆变得井然有序，村容村貌变得更好，不是让你过来圈钱的吧？而且我们都知道，这村里决定什么事儿啊，也得村集体同意了之后才能执行啊。你自己一个人就定这样一种收费标准，想收多少钱收多少钱，大家同意你去这么做了吗？而且你用的是集体用地，而不是某一个人的地，也不是你的地，这个钱收上来之后，是不是还得公示一下呢？是不是还得给老百姓一个说法呢？所以呢，这个举措之下啊，当地村民也是怨声载道，外地租客更是表示难以接受。本来呢，这个村里住着不少外来务工人员，这停车费一收啊，很多租户不得已搬走了，村里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热闹和繁华。我一直认为，村是村，城是城，这农村本来就是一种讲究自治的状态，真的没有必要什么都跟城里学。最起码你做什么事儿，一定要多听听老百姓的意见，对吧？毕竟啊，引进物业的目的不是为了收费赚。物业会啊，那个昨天预定了的。我预定的是哪一个？预定的是哪一个？干嘛？干嘛？这么收？可是你可以带我们走呀。都收走，还有一帮呢，还有一帮呢。倒掉了，倒掉了。快快快快，快点收走，收走。赶收起来。还有工作，还有。相关方位表示，撞车的包邮是约4000码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6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9蒸9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9蒸9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
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，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